到桃园视察食物银行，总统蔡英文频频点头，他也对物品种类和价格特别感兴趣，但主办方是否介绍还不够。前市长郑文灿忍不住主动向总统说明，不过他已经是行政院副院长，陪同院长陈建仁出席活动，这也是陈建仁上台后首度因人灿合体，但怎么就不见桃园市大家长张善政？很久之前就安排了一个很重要的行程，后来才知道我们总统这个蔡英文蔡总统也要过来，那所以可能这个市长的这个行程他没办法跟动。比总统还重要的行程是绕境祈福活动，张善政选择缺席，但总统也不忘隔空喊话。过去八年，郑文灿院长、副院长在市长任内努力推动 N 加食物银行，也期待我们现任的团队、食物团队能够在过去的基础之上继续照顾更多有需要的市民。实际上，我们真的是要谢谢我们文灿副院长，他在当桃园市长的这个阶段，用尽了心思做很好的设计。我们现在长官郑副院长，那前这一个台湾市市长。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，瞬间变成郑文灿主场。但陈建仁新内阁也有新气象 ，IG 开张要加强和年轻人互动，努力学习 IG， 也将我的一些想要跟年轻人沟通的这些事情，来利用 IG 来跟大家一起沟通，我会使用越来越顺遂。因人体制上路，凭政绩要让全民有感。三立新闻刘安静、刘柏桃园报道。